欢迎大家来到黄崇今夜现场。话说呢，在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啊，开盘的情况呢，都是相当刺激的，行情都是上冲下洗，然后到最后呢，总是在原地踏步而已哈。所以关于这大盘这样的一个走势、这样的一个表现，没什么好谈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谈什么呢？还记得吗？在礼拜四呢，我跟他谈了一个主题啦，就大家想的一件事情，现在最火红的、红透半边天的比方呢，美国概念股啊，这里头呢有什么呢？比方说呢，有所谓的 3D 列印啊，有所谓电动汽车啊，都有哈。好，没关系，从这个地方我再跟他补述一下啦。来看到 3D 列印，它会不会改造未来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你看到 Makers 制造者时代，对不对？这个不是我的主张了哈，这个是一本书。就是这个掀起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吗？Makers 这本书我们翻译成制造者时代哈，所以这里头讲到了一家美国公司叫 3D System 啊，这个是最老牌的啦。这个3D System 这家公司呢，它对于这门所谓 3D 列印技术，早在1986年的时候，它就已经研发出来了。关于这一方面这个详情呢，我讲了，在这个假日全方位理财家我们的公益节目白天中午11点钟你自己好好做收看。那从这当中呢，我只让他了解到一件事，在美国有这一家 3D System 啊，这个去年挂牌哦，股价呢也给它飙起来飙了好几倍。那在台湾来讲的话，那一家公司在台湾的一个代理商在哪里呢？也就台湾了所谓 3D 列印最佳代表股哪一档？告诉你啦，就这一档石威嘛，就这一档石威嘛。这一档石威呢，结果在礼拜四股价跌停板是不是？礼拜五呢没有涨起来，礼拜四跌停板好 ，OK。在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它了这个是台湾 3D 列印最佳的一个代表股股价走了几波。你说美国的 3D System 它涨了几倍？那我们的石威呢，一样涨了好多倍啊，48块多涨到249.5，相当于涨了多少尾数都去掉，相当于涨了200块你看到1、2、3、4、5。这个所谓第五波要创新高吗？但是问题来了，在礼拜四它达到跌停，要是就这个样子它就止步了的话，那像我讲的你要知道最大干涉角在什么地方，254所谓回升而不创高，第五波回升而不创高的话，最大干涉角在254，它最高249.5，如果到那个地方就止步的话你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了那个叫什么？失败的第五波。那么图形来自于波浪，波浪离不开半对数所以呢，失败的第五波是不是会造就所谓的 N 头呢？这个是未来的一种想象力了没有诅咒它，现在真的就要这个样子最起码如果真的呢要给它形成所谓的 M 头的话，那你要先破什么这一条上升趋势线呢？上升趋势要是给它跌破的话这一下子越来越加不妙当然人家现在还没呀，还没，没有错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所谓呢第二号的 3D 列印代表股是谁？软体绘图的这一档就是大种了，就大种你看大种走势一样，1、2、3、4、5第五波呢回升而不创高，回升而不创高。那这种情况之下，最大干涉角在哪里呢？这个我早就已经计算过了最大干涉角在183了它最高来到178.5之后，那你看到结果它回头，它一回头之后，来你看到上升趋势线它已经先跌破了，上升趋势线它已经先跌破了，人家那个时候示威了在礼拜五继续跌，但是呢人家还没有跌到呢上升趋势线。那他呢在礼拜五，这个是礼拜四而已礼拜五他有涨啊，有涨有反弹反弹有没有重返到上升趋势线之上？并没有，并没有所以他们两个类型来讲的话这个呢都相当类似好好做一个参考。但相对在之前我曾经讲过一档我说你看到人家好歹还有什么第五波拉起来只是有可能失败的第五波。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家伙叫做国金化，这是 3D 列印概念股里头的对不对它起来之后为什么起不来呢？连那个第五波都没有，股价还在往下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刚刚讲了嘛一个是 3D System 它的代理商，一个是软体绘图的，它呢就是做那个材料树脂的，做树脂材料的，请问做树脂材料只有它吗？比比皆是，比比皆是，所以这个呢，等于是沾到边的，沾到边的。所以之前我在讲一件事情嘛，单单呢用这个所谓周 K 线来看石威，当时打下来的时候我说了这种情况下在这里都是周 K 线这里都大量
交地则无绝。为什么？这一个代表性的所谓多头版图，你看打下来刚好155，人家是交地则无绝，股价还可以往上拉。那如果当初我讲的呢，不是现在，当初国新网打下来这个黑 K 棒黑吞噬最大量的一个礼拜，我说这个东西你反而要小心，你要提防的是它，提防什么？不是孙子兵法里头所讲的嘛，龟十五二，爆这么大量一个长黑 K 给你黑吞噬，小心呢，龟十五二，在当时来讲的话，它也还没绝呀、啊。这个是当时7月16号7月中，对我说他打下来的话，你看哦，哎，1234啊，然后所谓14不重叠吗？当时打到295，这里291啦，还有一个最后防线，短波最后防线在哪里？刚好295，那不是叫你进去买它？我说你要小心，如果它下来的话破关，然后呢再来摸到它，这种情况之下，后事就更加不妙了。请问结果呢？结果没有错啊，下来之后295还有在吗？当然不在啦，股价的人家好歹还有第五波，所谓私牌第五波他没有呢，他下来之后已经涨到27块多了，我当然没有叫你在这个地方落井下石了哈，包括那个所谓的思维或者大众的话，那个根本没有信用交易，当作学理探究嘛。但是我同时让你了解到一件事啊，比来比去大家的状况并不尽然是相同的，比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来。Here， 这个是国金化它的日 K 线，长得蛮丑的。来，周 K 线呢，漂亮吗？当然不漂亮啊，龟十五二。除此之外呢，还记得吗？当时在七月中，我让明白到一件事：国金化它挂牌已经蛮久了，然后股价呢，原来它累积多高？4.56涨到39.45，将近10倍，累积将近10倍数的涨幅啊！对，华尔街股市名言呢、啊，凡大涨之后必大回，从来没有例外过。什么时候回的问题罢了，也就说了，在这个地方当时来讲，或许是算是在盘头了，但是因为三 D 链刚好炒起来呢，它也硬是在被炒起来一波，多了那一波，啊之后呢，操作它的资产都要小心一点了哈。啊，你可以看到有，其实啦，有很多其实可以说呢，啊，这几年来累积长线涨幅很高的哈，在这几天有的出状况呢，比方说到一档个股好不好？来 ，Here 你看到。和泰车股价在礼拜五达到跌停板，累计涨幅高不高啊？其实相当高哈。来，你看到和泰车这一档和泰车的话啊，其实它不止回一天了，回了好多天了，415已经回到336了哈。好，就单单呢，以这个和泰车来讲的话，从这个地方174来起算，1、2、3，这个第三波可以分为3-1、3-2、3-3、3-4、3-5，1啦、2啦、3、4、5，五波式上涨之后一个cycle循环，然后做一个回档下来了，那这种情况就看它回的够不够问题而已啊。好 ，OK 啊，除此之外呢，哈，这一个只是日 K 线，如果把它的周 K 线调出来，刚我们所讲的那五波式在哪里？那个五波式是在这里，有没有看到174到415嘛？对，这个周 K 啊，背景那个更加大啦，啊，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呢，原本44块钱而已啊。44块钱，它涨起来1，对不对？到这里啊，下来2，对不对？然后第三波主升段3-1、3-2、3-3、3-4、3-5，第三波主升段这里是所谓第四波下跌，再来在这里第五波啊，第五大波了。你看到一样，长线来讲的话，这个样子周 K 线哦，五波是上涨了，高高在上，高在上啊。啊，除此之外呢，啊，如果说你说，五波是上涨之后就一定会怎么样吗？与其诅咒人家一定会怎么样无理呢，回顾一下历史就好了。来看到和泰车，和泰车这个月 K 线呢，月 K 线刚刚所讲那五大波在哪里？那个五大波是在这里啦，对，五大波在这里。历史上曾经12.5涨起来，1、2、3、4、5，啊，一样是五波式。那五波式之后，结果一回档呢，回到这里多少？半对数回档才第一关呢、啊，第一关这个样子，股价就从102.5腰斩到44块了，是啊，没有错啊，啊，对不对？那并不是说这样的话，股价接下来它就要腰斩怎么的哈、啊？只是呢，你必须回顾一下历史嘛，啊，同时或许有人会讲，聪哥，如果历史上它当初腰斩下来，那当时是遇到金融大海啸啊，股价才会跌，哈哈，对不对？啊，现在的风平浪静，那它干嘛要跌呢？那 OK， 现在风平浪静。是啊，请问一下，在未来来讲的话，真的都没有事情吗？
来，你看到哈，金融大一下早就已经过了啊，但是现在欧洲国家从未摆脱这波衰退，从没有摆脱这波衰退啊啊，没有关系啦，欧洲不好，但是呢，美国好就好了哈，美国给它复苏的话，这一下大家可就妙了，美就业续强。Q1 可能提早退场，美国复苏情况如果良好的话，反而大家又要担心 Q1 可能提早退场啊，不是吗？不是吗？迟早本来就要退场的，迟早本来就要退场的啊。说真的啦哈，我举例核贷车，只是让你明白它的一个波浪啊，一个趋势上怎么走的啊。那与其说了哈，这个核贷车当股价未来的话，一定会怎样修正大修正？那吴岭说，说真的，我认为大盘本身存在危机更大了。大盘整体而言存在危机，比那个核贷车来的还要大，来的还要大啊！那所以呢，没有叫你要去对核贷车怎么样，更何况这个家伙他本身呢，没有什么融资啊，缺少券源啊，没有要你对他如何啦。那说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在哪里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啊，来，你看到这么一档个股，这么一档个股，好啊，这样个股好像形态跟刚刚那个五波式的不一样了。好 ，OK， 没有关系，你看跌下来之后给它反弹，那反弹之后这里有一个缺口。空方缺口来补到了，哎、欸，啊，补到了之后就没事吗？填补缺口就没事了？嗯，谁说填补缺口就没事呢？那如果没事的话，是不是准备它又要继续涨了呢？填补喽，填补喽，来看到，嗯哼，我们的成品金装上市了 ，Here， 股市孙子兵法，股市孙子兵法，金装上市哈，来整个造出来好不好？嗯，对，金装成品上市来。包括 DVD， 包括 DVD 啊，来看到我翻一个东西，最新的哈、啊，来看到金装成品，在这里，《股市孙子兵法》第九篇“行军除山之军，除水之军”哈、啊，讲到这个所谓除水之军啊 ，here， 除水之军填补缺口，可比抢滩登陆那时抵抗最大。谁说填补了缺口就没事？那个时候抵抗最大，告诉你。这个时候抵抗最大啊，抵抗最大不代表人家这个样子就没有办法过关斩将啊！啊，请问关卡在哪里？就这个阶段一二三掉到88.4，给大家强弹起来，这个样子算是强弹了哈。嗯哼，嗯哼，算一下给你看好不好？晓不晓得他是谁？没有关系啦，啊，一步一步来啊，来 here 一个数目是108或者108.5啊，都没关系，108 P3， 嗯哼。最高108.5，最近呢、啊，关卡就在那里啊，过了吗？过了吗？过关斩将了吗？还没，还没，还没。好 ，OK， 这个是它的日 K 线，是它日 K 线哦。好 ，OK， 除此之外再来，看到它的周 K 线，周 K 线刚所看到这一段日 K 线，看到就这一段而已啊。周 K 里头你看到一件事情哦，这里有一块黑 K 空头板图，黑 K 空头板图啊，请问一下，基点在这条虚线，放大来看，请问它过了吗？当然还没有啊。当然还没有啊，它过不了这一块空头板图的情况之下，还在空头势力范围之内。更何况从高档下来看到这里，哎呦，盘头，嗯哼，什么头？头肩顶，一个头部已经出来了，一个头部出来了。然后你看到它盘跌的一个走势啊，来打下来之后反弹，反弹不过前高打下来破前低，反弹不过前高打下来破前低，反弹不过前高打下来破前低，反弹再给它不过前高打下来。请问一下，改天还要不要破前低？我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来看到最新的金装成品上市了，股市孙子兵法八物与九定，八物与九定。我讲了，除了讲义之外，两套讲义还有呢 ，DVD， 股市孙子兵法八物与九定。刚我所讲那种类型叫什么？翻过来，看到八物，八物里头的背丘勿逆，背丘勿逆。对不对？还有，你现在刚看到这个都这个什么周 K 线？这个是周 K 线啊，那这个是周 K， 那么还有呢月 K 线？谁说跟刚刚我举例的类型不一样？谁说不一样？这个是它月 K 线，哎呦，16.8长线累积，一、二、三、四、五下来。这一块是大青地，这一块大青地上升趋势线已经给你跌破。累计五大波，将近十倍数涨幅给你破线之后，这样的个股，请问一下，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没概念，第一关到了吗？都还没到，第一大关都还没到，啊，这样的一个股票啊，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样？
嗯哼，啊，应该怎么样啊？我跟我的会员讲，等着准备来空它，等着准备来空它。哎、欸，都、欸、哎，那干嘛还要等呢？啊，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反弹这里刚好光打这所在，就给它空下去就好了。加拍谁？他现在暂时停止券，暂时停止券，所以只能等着嘛。啊，了不了解运用学理，先了解，先准备，是不是？你才有办法应战啊！哈，那啊，真的，你说可以下手在哪里？我告诉你，这一档个股，在礼拜五我们下手做什么？做空，做空是这一档，这一档跟会员复读解说的啊！哈，空下去了，一二三四五，如果这里是头部，是什么头？这里左半边，这里再想象右半边，叫做菱形顶。叫做菱形顶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来，当时下跌，曾经高档下来，这里图中爆大量，周 K 图中爆大量，告诉你什么？来看到最新金装成品八五与九 D 搬过来，这里龟丝五二，龟丝五二，对不对？这个家伙，我们在礼拜五把它控下去。来看到没有骗你啊？Here， 最新传真里头写到了标题 Here， 这里细看两合论指数，且在个股加空单。细看两合论指数，且在个股加空单，这都就是他。晓不晓得？同时，我再让他明白到一件事情，刚所讲到的个股，很抱歉，现在当然不能跟你公开啊。来，除了看上面之后，你再看下面，看下面布林轨道，布林轨道线哦，布林轨道它从上线打到下线，打到下线之后再给它翻起来到中线而已，到中线而已。改天中线过不了，就在中线跟下线之间游走的话，这个叫什么？古时孙子兵法里头，楚山之君的下山行进，把这个所谓孙子兵法跟什么？我所讲的啊，全方位战术，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把它给结合在一起。你要拥有新的学问，拥有新的学问，我同时让你拥有布林轨道线。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你的早餐不要忘记哦，现在有了津贴的补助，每个月都有3000个妈咪像她一样暂别职场，体验全职妈妈的喜悦。在劳委会的就业安全保障之下，有90%母亲重新返回职场。喂，小琪姐，欢迎下星期回来上班哦。换你咯，薪资补贴好制度，工作家庭都兼顾，跟妈咪说拜拜。他两年不见，你立即可拥有。电台总部黄社长两年来的巨作《精装成品》上市了，八五与九 D 两部讲义三级 DVD， 再赠全方位战术与布林轨道线专辑，就与新知双重献礼，限时优惠专线02-2781-0909。请用五分钟，嘴齿疼，请用气疼五分钟，五分钟更够好。爸爸，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有了欧派气密窗，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在家里打鼓也是。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讲到这个布林轨道线了，还记得吗？这一波低档的时候，低档在哪里呢？7663，当时我告诉你哈，看这个布林轨道线日 K 线的对轨道扩张初期了，看上线，上线转折向下，告诉你行情将要止跌，然后弹升了，也是上高一段落，行情要反弹了 反弹这次会比较大，为什么？当时周 K 线7663告诉你打到下线，打到下线再给它反弹起来，起码到8000以上。结果你看到8200多，记得吗？7663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哈，当时我讲了一段真心话，如果还有一次拉升机会，真的有啊，弹起来两个转折应对得宜，当初是低档转折向上，然后现在呢，开始要注意了哈，什么时候高档又给它转折向下，而且呢向下之后来得更加大，重点在这个地方啊。那来看到最新股市孙子兵法八物与九地，一开始我就结合什么？结合所谓呢？来看到，股市孙子兵法四军十三路，四军十三路，楚山之军与布林轨道，没有骗你呀、啊，没有骗你呀、啊，对不对？我两年磨一剑，两年前，当时两年前我作品在哪里？全方位战术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两年前我都做平了，对不对啊？两年前当时布林轨道线专辑第三代半对数应用 DVD 总共三片，对不对？你看到现在最新的八五与九地，我把它拆封了，是不是？来看到，哎呦，来第一个导读，对不对？再来，多空战略图线一，再来多空战略图线二，是不是？来，你看布林轨道线。布林轨道线，当时两年前啊，我两年才磨一剑而已哈。来看到半对数特辑，再来布林轨道线专辑一，还有二，没有错，没有骗你啊。你要学新的学问，我现在让你同时拥有，就现在让你同时拥有，同时这个时候全方位战术还有一点时间嘛哈。当时两年前的东西你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哈。两年前的东西，我为什么现在到现在还在运用？当时我透过各学科了，透过各学科呢，那么让你加以认识，把它用布林轨道线来贯穿。当时讲到 ETF， 啊，对不对？你看这些海峡两岸最佳代表标的哈，讲到哪里算哪里了哈。看到还有呢啊，这个什么摩西十诫，好、操作之前要先知道这个跟所谓的布林轨道线有关系吗？有关系吗？很有名的水槽理论。再来看到布林轨道线上下线，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这个创举打破技术指标的盲点钝化，当技术指标在80以上或20以下钝化，是判图上最混淆而且最容易失真的。但是布林轨道它可以继续延伸而无钝化的问题。价格本身并无客观性的绝对高低，但是呢具有统计上相对高低值，赋予它的中间平均值的参数就可以界定出上下极限值，超过上限怎么样啊，然后跌破下限怎么样？来，你看到各学科都可以贯穿，各学科都有贯穿哈。来看到常态分配与肥尾效应，这些都要明白了，这些都要明白了。还有呢，对不对？还有呢，来带动操作挤压后的突破系统，漫步边缘的顺势系统，这些一一都要了解并且背起来了。再来反转预警的逆势系统，还有呢，包林姐的理性分析，还有呢。来看到什么叫理性分析，基本面技术面两个啊，通通要有交集啊。再来的话一样不同学科，来不同学科啊，行家盘算哪两件事情，对不对？这些东西跟布林轨道线有没有关系？告诉你有关系，当然嘛有关系，来有关系啊，来有关系在哪里呢？对不对？一个东西很有名叫波动力，波动力啊代表什么？波动力高代表价格贵了哈，低则相对便宜，但不能据此定力绝对好坏。不妨回顾布林轨道线讲义精义，你就知道波动力是什么，缩合跟扩张不断反复，而有缩合到扩张的过程就可以存在利差的程度变化，了不了解？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了这个机会了，当我新品上市的同时，然后你看到股市孙子兵法，哎呦，八五与九地。除此之外，还有全方位战术，要打通你任督二脉啊！来看到布林轨道线专辑，要让你同时拥有了八物与九地。一句话，学而后知不足，千万不要宁愿赔而不愿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3311-7070，他两年不见，你立即可拥有。天台总部黄社长两年来的巨作精装成品上市了，八五与九地两不讲义三级 DVD 再赠全方位赞术与不灵轨道线征集，就与新知双重献礼，限时优惠专线02-2781-0909。新的微笑，含蓄但深刻，真心的微笑